恭喜大家要毕业了，梦想即将启程，希望你们未来都是一个大冒险家，带着我们中山人所有的祝福，勇敢的实现梦想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罗会长，我是最优秀最棒的孩子，在逐梦的踏实路上以你为荣，祝福大家拥有人生的目标梦想起飞。 Yes， 我祝福所有九年级的毕业生，国中毕业后一切顺心，就读自己最心目中最好的高中，然后追求更美好的未来。恭喜大家！第三十四届的毕业生，教务处呢所有的师长祝福大家用微笑影响未来，用行动去成就自己，成就他人，祝福各位。遇到挫折不要害怕，勇敢的闯过去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你们快毕业了，主任这边祝福每一个同学都能考上理想的高中。梦想启程，因为祝福你一同启程，一起走吧，踏上青春出发，随着梦驰骋天涯，当一个大冒险家。一同启程，一起走吧，满载着祝福成长，希望的泪潇洒